我们也是。哦，有了，我们来个集体野餐怎么样啊？好的。真是一顿丰盛的野餐。妈妈，乔治和我都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可以和苏伊玩吗？可以，佩奇。苏伊，我带了我的泰迪，我带了我的小猴子。哦哦哦，恐龙。我带了野餐玩具套装，我们一起来玩过家家。哦，是鸭子们呀，我们每次出来野餐的时候总是能够见到它们。我们可以假装来喝橙汁，我们还可以假装吃蛋糕。这是假想的蛋糕，真的非常不错呢。哦天哪，鸭子们可不稀罕这假想的蛋糕。哦，好吧，那小猴子、恐龙先生还有泰迪就可以多吃一点了。嗯，味道真好。哦哦哦，小猴子说这是最好吃的蛋糕。佩奇、乔治该回家了。再见，苏姨。再见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爸爸。我们现在也该回家了，苏姨。好的，爸爸。杯子、盘子、小猴、泰迪。哦，不好了，泰迪，你怎么没有被带走呢？佩奇又一次把他的泰迪忘了。